就是想在身上开一道创口，是一米长，深度呢是0.5到1厘米左右。这个事情大家是否愿意参与呢？表个表决一下。一人发一条，一人发一条。都发吧。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谁要投票啊？我来唱票。好，这样唱票。谁来监票啊？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好像是20票。20票啊！拿个纸计。同意1票，反对1票，同意1票，反对1票，同意，这是同意1票，这算同意，算同意。反对1票。干归干。同意1票。虚假民主哈。同意1票。反对1票，反对1票，反对1票，同意1票，同意1票，反对1票。啊，那是勾勾吧？那是反对，真是抢啊！按理说应该算反对1票，谁呀？同意1票，同意的有11票吧？反对的有9票吧？对，弃权1票，就这么定了啊。51%-52%左右吧，然后呢，舒阳做一下这个，监票人是舒阳，统计的是谁？唱票人我是，监票人，还有计票人，啊，这都是帮凶的。不对啊，我投了反对票。我怀疑这个肯定是你投的，是张张黎的，张黎的一票。啊，弃权还有一票，弃权还有一票，两票。两票。好，结束了。这下就不行了。